这期给你们带来最近比较火的两种新玩法。第一个是特训岛的旋转飞车，效果是这样的，只要队友还在原地不动，你就可以一直旋转。方法很简单，首先让一个队友趴在这条路上，然后拉满疾跑往前面爬，接着开一辆车子过来，最好是跑车，往队友身上开过去。如果队友出现浮空爬行，就说明成功了，这个时候你往出生点位置开，就会触发旋转飞车。只要你的队友还是浮空爬行的状态，你就能一直旋转一直旋转，直到自己都受不了点下车。然后是另外一个玩法，就是用上帝视角玩突变团境，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突变体验。没错，就像这样。何？不知道人还以为你怎么了呢。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打开表情，打开 VUI， 然后选择上面这个拍摄模板，再把焦距拉满点确定，就是上帝视角的状态了。不过这个只适合娱乐玩玩，因为开启后会把敌人隐藏，所以你什么时候被抓到的都不知道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，拜拜。